夏日甜心提醒您下期看店。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位神秘大来宾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are you ready?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TFBOYS 杨宪喜。微笑。我跟他一起跳吧。神秘的主持界的大拿大师级人物，究竟这位是谁呢？我是赵忠祥。太帅的人能当主持人吗？是不是就指的你自己啊？您觉得最不适合当主持人的？你有没有想到搬起石头有时候砸自己的脚呗？老师，我先退一下了。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哇！啊！前两个字就是啊，大一个过。它的频率是在这儿的，我完全不要。请您来念一下体重最重的这四位。张大的，张大的你多重？127，跟我差不多，身高差很多。嘉哥，你小时候看什么动画片？《天书奇谭》。天书奇谭，哇塞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九位甜心当中垫底的那一位将会回到我们直播间，请看大屏幕。